Hello， 我是李佳国地产的阿玲，今天同大家来到新城市广场三期，是一个三房一套的入门单位，单位的实用面积是640尺，我们现在即刻看一看。今天介绍的单位实用面积640尺，三房一套间隔。由于新城市广场地理位置方便，民生设施充足，而且单位够实用，所以深受换楼客的喜爱。单位的主要景观往返是对面的屋苑平台和背后的山景。饭厅设有通风窗，可以和客厅的窗形成对流风。两间细睡房面积相若，可以同时摆放床和衣柜。来到主人套房，主人套房面积宽敞，在摆放家私上面可以有更多的变化，同埋设有一排窗户，所以房间入面的采光程度都相当良好。三间睡房的景观亦都同客厅相同，望翻去对面的屋苑平台和背后的山景。单位入面的两个浴室都设有通风窗和配置了浴缸。厨房呈长形，可以同时摆放洗衣机和雪柜。今天的介绍到这里差不多，如果各位对新城市广场三期的单位有兴趣，欢迎联络我查询，我是利嘉阁地产的阿玲，拜拜。